现在马上要进去了，你们猜西西会不会害怕的？对于他这种小孩子来说，为了安全着想的话，都不太建议他玩。我们看一看就好啊。那里是什么？那里是有鬼的城堡。你要去鬼屋玩了、啊？会不会吓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玩过，所以我今天就要玩。别人能玩我，难道我就不能玩吗？那就满足一下你，好吧？西西，我们坐这里，我们不去，到妈妈这里来。我带着妹妹到鬼屋里面去玩一下吧，看看妹妹胆子大不大。这里面进去多少钱一个人？20来着？那两个人吧，你们也不进，你等一下进去是吧？我也等你们一起。你也怕吗？陈一航，你怕不怕？你不害怕吗？我害怕。那你害怕你还进去啊？乌漆嘛黑的，什么都看哦，吓我一跳。不行不行，妹妹太害怕了。好了，你不是说不怕吗？你不是说不怕吗？都是假的呀，都是假的，就是声音大呀，知道吧？你不是说别人敢的你也敢吗？里面就是声音特别大，其他的倒没有什么。你都要吓哭了是不是？你还要不要进去啊？那这不是浪费钱的吗？浪费了40块钱呢。他不快就完了？他不敢进去，被吓出来了。那你带西西进去吧，反正票都交了。好吧，那我带西西进去啊。对。
现在马上要进去了，你们猜西西会不会害怕？这一群小孩子肯定会吓得哇哇大叫，我们跟在他后面吧。其实西西不是被吓哭的，好了，其他小孩子在哭，他也就跟着一起哭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的啊，没事啊。啊？要玩那个套圈的。好，去看一下吧。这个套圈圈的要另外付钱的，我们不在我们的卡里面范围内，我把我们卡里的钱先用完啊。我想要的。这个能套得到的呀，套不到的。怎么你又不高兴了啊？我们还有很多项目可以玩的呀。我只想玩这个。这个要单独再掏钱的呀。是不是我们已经花的钱够多的了啊？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玩，好不好？那我要去里面玩球。啊，那好吧，走吧。这个球20块钱一个人的，不刷又不刷卡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有点那个了。这里面说一说这个卡都能用，结果来这里面这个也不能用，那个也不能用。哎，这个钱有点浪费掉了，肯定用不完。下次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现在他们去玩海盗船了，我就不陪着去了。玩这个海盗船晃的人可能会有点晕车的感觉，晕船的感觉，很难受。现在来这个游船码头，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卡。别又说用不了卡了。这个卡能用吗？可以用。可以用，在哪里付？今天你是船长啊？你会不会把船给开翻了？不知道。啊？开始玩蹦蹦车了，西西，别的小孩子能玩的，只要允许玩，都想带他来体验一下，他很好奇。妹妹又去玩跑跑卡丁车了，妈妈陪着她去，西西就玩不了。马上就要走了，带他们去坐一下的摩天轮吧。摩天轮多少钱一个人啊？没法二十。啊，好的，4个人。又摔跤了。哎呦，陈一航，等一下不是很高很高很高的，你怕不怕？连羊都敢坐。是哪只羊敢坐啊？喜羊羊。喜羊羊敢坐。所以你也敢坐是吧？待会你不要又吓哭了啊！哇，好高呀，有点心慌慌的。西西是一点都不害怕，坐下来，西西。总结一下，这边好处嘛，是充了卡以后价格还是挺实惠的，一般都是在10块、15块一次。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，有很多地方不能用卡。结束了完美的一天了，陈阳，今天有没有玩得开心？开心了啊！回去以后就要上学了，要好好上学，好不好？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